个 Fantaro 的那个 logo 啊，你不是做了一个小截图吗？对，Fantaro 前面加了一个那个 anchor。对对，然后呢，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两个是两个品牌，然后隔得太近了。主要给它拉开一点就行了，比如说它不是3米，在一个3米的那个范围内，你给它两个给它均匀放就行了。对，不，居中放，就是因为它是两个品牌嘛。不是，你这样的话，等于中间就要空2米了。你等于相当于是把整个那个3米的分成，